啊，录音打开之后呢，就丢到他的副驾驶座。那么他开车出去，第一个打电话给谁呀？然后跟谁联络啊？啊，有没有交到坏朋友啊？啊，你都可以掌握的清清楚楚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多功能麦克风，感谢电视台专业用户的大批选购。现在呢，我们又接到了一个新的订单，他需要的是迷你小巧的采访麦克风系统。那么我们也帮广播电台，国营的广播电台做了一批这个东西哈，让他们出去做节目采访。有机会您需要尝试大公不要说大公司啊，公司要批量采购的话，要做验证测试的话，我这边免费给您借去。有足够的信心，有足够的实力，告诉你这支麦克风强烈推荐给你，好用的不得了。感谢电视台的验证考试，终于大批量的出货给他们了。接下来的你有这个需求，不要客气，欢迎体验。可录音，可降噪，可沉浸式收音，可外接领夹麦克风，还可以在外接耳颈采访麦克风，变成手雷麦克风。价格相当的有竞争力，公司货，一年保固，有相关的材料备品可做更换。欢迎您的体验，欢迎您的选购，台北台南同步发售，谢谢大家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ボスです。降噪关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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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降噪打开，降噪打开，降噪打开。